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市政》，坐回来，我是蔡小军。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又到了玩水的好季节，搭配节庆，基隆市政府规划了一系列精彩可期的水域活动。在今天的节目中呢，就要带大家来看我们的端午龙舟赛以及长涌外木山长涌活动，都是千人的盛事哦。为您邀请到四位来宾，带大家深入了解。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基隆市龙舟委员会主委郑国昌，大家好。主委好。第二位呢是我们八斗高中校长许文章，大家好。许校长好。第三位呢是我们基隆台湾体育总会秘书长郑玉成，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也是我们很多学校的校长哦。第四位呢是我们基隆市中山高中的学务主任许志毅，各位观众大家好。许主任好。去年的疫情危机解除，要先带大家来看看暌违多年的端午龙舟嘉年华活动，在我们的海大小艇码头登场。鸣枪声响起，小选手全力灌注，奋力划桨。比赛考验体力，也考验默契。队伍来到终点，却发生小插曲。原来龙舟板没有控制好，全部的队伍都塞在折返点，好不容易抵达终点，拿下胜利，顺利晋级。就是刚刚另外一队就一直撞我们啊，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就是大家的默契要一起配合，才可以滑得比较快。我自己是觉得蛮好玩，因为我觉得它跟一般龙舟不太一样，就是它很像那种独木舟，就是那种是板子的，它不是旁边有帮忙挡着，这个有可能会。就是掉下去，主要是就是我们昨天拿羽球的那个拍子，然后大家就是先练习那个节奏，然后怎么滑，姿势怎么做。我们的团队平时都是以体育竞赛比较多，这水域活动是第一次，但平时我们都让海大来参加他们的小艇码头里面参加很多水域活动，但是龙舟是第一次。那他们平时我们也没有水，所以他们就利用扫把，然后练习节奏。刚刚同学提到节奏很重要，那我刚刚从这边听到他们回程的路上那个节奏很明显。暌违两年，端午龙舟嘉年华会21日在海洋大学小艇码头盛大登场。今年龙舟趣味竞赛新增全民欢乐组和无障碍组，活动邀请了基隆市长谢国良、教育处长刘美兰、议员何淑平参加开幕仪式。希望这次的比赛圆满顺利成功。总共有三个队伍，就是梦幻巨人队，然后挑战奇迹队，然后还有圆梦勇士队。其实就是谢谢给我们这些孩子多一点机会啊，就是他们可以体验不同的事情，这样，因为很多人都是第一次来水上。除了大型龙舟趣味竞赛之外，海洋大学也办理了水域活动安全宣导，提醒大家戏水时要注意安全，鼓励大家亲海同乐，增添了端午过节的趣味。真的很好玩。像去年是暌违这疫情之后的办，然后是以趣味竞赛的形式来进行，然后学生们玩得不亦乐乎。但是今年不一样，我们真的要在海上划龙舟哦。我们要请教我们的主委，还有我们的校长，他们就是很辛苦的主办单位跟承办单位，他们就要跟大家说一下今年划龙舟的特色，还有需要一些注意的事项。我们先请教我们的主委跟大家来分享。在这边想说跟各位先谈到说划龙舟的整个安全性哦，要谈到说，现在那个轻式龙舟已经是没有那个舵标手，只有那个桨手、跟鼓手、跟舵手，总共18位。那在这边希望说，在训练的时候，那个我们的领队会议的时候，一定要听从那些裁判的老师他们讲的过程，才会在水上作业的时候比较安全这样子。是哇，那今年很不一样，就是跟大家以前对旧式龙舟不同，就是是轻式龙舟，是我们的玻璃纤维做的比较轻型。那如果还记得的话，就是前几年其实也都是我们的轻式龙舟。那我们要请教校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活动内容有哪些，然后有多少的参赛队伍呢？好，这个主任好。今年的参赛队伍总共有20队，那有公开男子组，还有这个公开女子组，还有一个我们的机关团体组，另外还有就是有一个叫我们叫多元体验，但是不记名次。
那我想今年的活动跟去年不一样的地方，刚刚我们看到就是去年实际上是在海大的小艇码头，他们是龙舟版的体验哈。那今年我们就实际要移师到八斗子哦，也就是我们的基隆八斗子渔港哦，八斗渔港。那往年也都是在疫情之前都是在这里办理哈。那我们岸上会有大概会有18个摊位哈，公益摊位。那这个比赛的话，会在这个海这个我们的渔会里面的这个海域里面比赛哈，所以今年的实际上是下海去比赛，所以是会很精彩的哈。对，哇，今年还是6月10号。通通都在这一天来举行，所以就是在我们端午节当天，欢迎大家一起来我们的八斗子渔港为我们的选手们加油，而且10点半到下午3点还有嘉年华的活动。好，我想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因为我们这个龙舟比赛除了这个正式比赛在6月12号以外，我们之前还有一个叫龙舟的一个点睛开光的仪式哈。那我想点睛开光仪式其实这个是龙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典礼哈。那我们想说这开光其实就是有两个意义，就是我们龙舟经过一个长时期的停放，那我放到比赛场所以后，我们要正式启用，所以我们有个开光。那第二个一个这个意义当然就是开光的话，有一点就是我们希望开光以后有一个神灵的加持，让我们整个活动呢有如神助，能够办得顺利，然后大家在比赛过程当中能够发挥最棒的实力哈。那所以我们当天在开光仪式会有请到我们正道士，然后择定这个日期哈，就5月31号是良辰吉时，然后会来做一个开光的仪式哈。那当天我们会邀请我们基隆市的我们的这个算是我们的比较我们算是市生，包括我们市长会亲自来主持哈，那还有一些代表，然后来做一些开光的仪式。是，划龙舟赛真的非常好玩哦，而且很多活动在办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保平安，都要去拜拜。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怎么样来进行呢？好。那今年我们还是一样，我们还是往年一样，我们有8个龙，我们会这个开光仪式，我们会有安排8个龙舟，然后邀请8位贵宾，包括市长会来做开光点睛的仪式。那当然会有我们的这个道士会有在现场会来祈求我们整个比赛过程当中能够平安顺利，然后会有祭浆的这个典礼。那祭浆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八斗高中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之下，那我们会有正式的下江，然后来做祭江的仪式。那整个典礼大概就是这样的完成。那我们也希望今年的整个过程能够顺利。是，哇，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看，礼拜五嘛，5月31号早上8点，大家可以一起到我们的八斗子渔港来看一看。那说到这个划龙舟比赛啊，就是它其实地点我印象中在基隆就有很多不同的场域，我们可以请郑校长，我们的郑秘书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曾经有过最轰轰烈烈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其实我们基隆的龙舟比赛最早是由民间自己所发起，那最早开始是在征兵渔港开始来举办，后来才开始陆续有在基隆港，然后这个八斗子渔港跟碧沙渔港分别来举行。那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我们最多的时间大概都是在八斗子地区跟这个碧沙的时间算是最长。那在基隆港呢，曾经办过有3次的部分。那一次是在这个82年，我们基隆青商会办理过一次。那后来基隆市体育会也曾经办过2次在基隆港的部分啊，我们国昌主委都有参与其中啊，那经验非常的丰富。那这个比赛的过程，我们场地的选择会随着环境的因素去改变而这个做调整。那有一段时间我们都大概都在征兵渔港那但是因为征兵渔港的水流会有影响到我们比赛的公平性，所以我们时间上有做一些调整。那后来呢，我们有调整到这个碧沙渔港算是最好的一个场地。碧沙渔港的这一个场地，因为它在防波堤内，一般来讲整个风浪比较小，那整个进行的也比较顺利。但是比较可惜是
后来碧沙渔港转型成这个我们游艇码头，那所以有一半的区域就被占用掉了，那就没有办法，后来我们再移到了这个八斗子去比赛，所以这十几年呢后面都在八斗子进行啊，这大概整个比赛场地的变化大概是这样的情形。对，那说到正滨渔港，就是它的流不太一样，就通常有一队会成绩非常好，有一队就成绩会比较慢一点，原来就是那个流向的关系，所以会让那个渔船的让划龙舟的那个速度不太一样，对不对？会，因为它我们的海流哈，一般外面的海域的时候，它是有所谓的这个洋流的改变，但是渔港里面呢、啊，它顺着我们水道，那进来的时候，我想这等一下可以请我们国章主委来补充说明。他在整个负责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经验最多，已经几十年。那个水道哈、哦，我们发现其中有一道你在不同的时段进去的时候，它的速度一定比较快，因为正好水流进来的时候，你顺流进去的时候一定比别人快啊、那这样就不太公平。所以以前曾经有过，就是用两次里面的成绩哈、哦，平均他会去平均的，也有过哦。那甚至就是因为你不能单独比一次，那单独比一次，你占那个不同水道的人，他就占便宜。所以这个情形，等一下可以我们请国章主委再做补充。是。当年在正滨渔港划的时候，等于是用旧式龙舟，啊，旧式龙舟比较那体积比较大，啊，那鼓手、舵手都有。啊，刚刚我们郑校长所谈的，等于说，如果说你在岸边看到最右边的那一艘的话，它在潮汐的时候，它会直接就滑得很快。啊，如果说你在反方向要回来的时候逆流，速度就很慢。啊，所以在刚刚讲的两次的评比啊，就绝对分数是不一样的。哇，那现在已经移动到八斗渔港的时候。整个感觉上在这个你这个水流方面是比较稳定的，就两道的水流是两道比较稳定的。哎，对，如果说现在也等于说我们在划的时候是用轻式龙舟，那轻式龙舟等于说我们现在没有夺标手，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整个十八位的桨手的时候，你在划行的时候，你要等于说夺标的时候，你要攀到那个龙头的时候是很危险的，会。关下去，他说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取消掉，在那个终点站的时候用雷射来把它测距离，哪一队是这样子的， oh. 是这样子比较公平的，嗯，也是考虑到整个海上活动的安全性这样的。是，所以就是用雷射笔来让大家知道，哎，哪一队先到，对对对对对，因为现在没有夺标手了，怕它整个的你在，因为你手一只手要攀着扔龙头，你一只手要夺标的时候很危险。重心也会掉下去，因为轻式龙舟真的重心要掌控，它比较轻嘛。啊，那有些你在做的时候，你那个桨手你在做的时候，一定要在说不要滑扭动，因为我们在扭动嘛，在滑的时候扭动，啊，这是很危险的。是，那轻式龙舟真的是不太一样。听说的人员的配置也很有学问哦，主要是要有秩序嘛，对不对？对，一般经过这几年的那个轻式龙舟，我们有发现到说。像之前的都立队的时候，他们是用大部分把壮硕一点的那个桨手是放在中间的，体重比较重的放中间，对对，比较壮硕一点啊，放在中间，因为他们这样在滑的时候，在比较看上的哦，直接看后边哦，看轻啊，中等的就往前面爬，这样子，应该这样的话，他们的动作都是一致的，很快就到达终点，这样的。所以就是重，就是比较重的，就是选手就是坐中间，把它摆中间，然后比较轻的，体型比较娇小的，就是排前面跟排后面。都是这样在，他们在这样滑，是有感觉到他们的队伍在夺标，没有夺标，他们到终点站的时候都是很快，速度都很快。嗯，这是我经过这十几年来的看的过程是这样子的。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当选手全部就定位之后，就不可以再换位置，不然很容易翻船。因为你在海上，因为你从那个检路站出来的时候，你要上龙舟的时候，就定位都已经在领队会议的时候都已经讲好了，你哪一位坐哪一位都已经知道了，不要在里面换来换去，那是很危险的。是，好，那有请教校长，是不是有什么注意事项也要提醒我们的选手？
刚刚特别提到有说，如果因为每一队都要同比赛的时候都要滑两次哦，就要互换这个水道哈、对。那如果两队在滑这个最后的比赛的成绩，就是以他们的两队的这个时间少的为优胜哈、那如果两队时间一样怎么办呢？对。不会再滑，不会再滑第三次，不会不会。啊，这个我们根据我们的竞赛规程，就是以两队里面他们滑两趟里面时间少的那一趟，如果少的那一趟就是得到优胜。是。那又会说，那如果少的又一样呢？对、那怎么办呢？那最后就是抽签哦。抽签。所以我们的竞赛规程都有规定哈，所以不会滑第三趟。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整个比赛有要求哈，是这样。是。那郑校长在你办的那些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让你深刻的？其实因为我正好原先在市政府服务的时候，也有参与。那在三所高中服务的时候，也曾经参与这些活动。那我们龙舟当中其实每年活动都很热闹，那通常搭配了很多的相关的活动一起来进行。那龙舟的部分呢，以前旧式的龙舟啊，这个主要的看舵手的稳定性。那舵手以前都是这个老经验的船长在协助，所以比较没什么问题。那后来呢，我们训练了一批这些各单位的哈、这些选手，还有学校的老师去参与，希望能够来协助掌舵的部分。那开始呢就有一些变化。那就是龙舟的时候，以前呢、大家都会很早很早就开始练，啊，那个默契上哈、好的实力就差很多。但是新式龙舟出现之后啊，那个完全不同了，那就不一定，因为它速很轻，速度又快，那常常就会有很多的现象出现，有很多的奇怪的情景都会冒出来，甚至可能会有龙舟这个相撞的情形，或者是它根本滑不动，或者是它是滑出去的时候转不回来，因为我们本来到了终点之后，它要再绕回来，对，它要转一圈，那它转一圈再绕回来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已经没有体力了，那甚至是你可能这个时候动作没有很一致的时候，你后面的这个掌舵的人再没有注意到的话，常常你就发现呢、会有龙舟自己在那边飘啊飘，飘老半天就是回不到我们竞赛的场里面来啊，或者准备区域去。那这些年当中，其实我们的活动也受到很多的重视。那有印象比较深的大概有几个，一个是我们有。这么多年来有两位总统到基隆来参与过我们的龙舟活动、一个是蔡英文总统啊，在这个109年的时候，曾经到基隆来参与在八斗子啊，他亲自去鸣枪，然后跟大家在鼓励啊，那一次整个的声势完全不一样。另外一次啊，更盛大的是在民国90年的时候，那时候陈水扁总统。到碧沙渔港，那碧沙渔港当时是我们配合的是明华园在那边演出，哇塞，所以当时很热闹，人山人海，两边哈、那真的是人山人海，除了那边的龙舟比赛，这边的表演也是整个满满的。那当时文建会还有这个台湾省政府跟我们陈总统当时整个都到场去鼓励大家。那一次是最轰动的时候，那整个大概历年来大概就是两位元首来过。那以前有最严重的是大概在滑的过程当中会滑到去相撞的，甚至是把那一个龙头撞断，龙头给撞断的，有都有，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形啊。那比较多的大概都是那个桨断掉的比较多哦。那这个桨断掉的就影响到实力了，所以这个比赛过程当中，甚至还有人会落海，现在新式龙舟之后的就比较少，以前夺标的时候常常一夺就人跟着掉下去，当旗子丢出去的时候，人也跟着飞出去，所以这个是很常见的啊，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会有劳我们旁边的这个救生队的人就在旁边随时借护着，能够去把他们捞起来啊，那这是常常会发现的这种趣事。是，那主委呢，你有没有什么办这么多场活动中有没有让你印象很深刻的事情？
我印象深刻是有很多了，那么十几年来当主委到现在一直感觉说，尤其是说希望说有参加的队伍，我不要以为说我来去呀吼，来去采红林，真的是很危险的。海上的活动真的很危险，因为你的整个活动，以为我在玩，这样是不对的。那有一次是在应该是7年前，我们有还好是有海巡岸巡帮忙，因为那个渔船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在活动的时候，他不理你，他说他要去加冰块。啊，你在那个龙舟渔船进来的时候，那个很快的时候会产生一些浪花。那其实龙舟它是很轻，啊，整个都摇摆会放，那一次真的是相当的危险。啊，结果也是很感恩那个海巡的岸巡的弟兄帮忙把事情处理掉。啊，那其实这一次我看到报的队伍，我看的有些都是新的，除了环保局这一队是老将以外，希望说参与的活动的选手，真的你们要注意一点，摸动作人家胜，真的是很危险的哦，因为你们都不懂啊。如果说两艘船在滑动练习的时候会相撞的时候，真的是没护 Q。就好像捡水饺一样，真的很危险。说希望说大家要存着说，我要参加这个活动，我是很神圣的参加这个活动，要很虔诚的把事情把它做好。这是以上的建议。是，就是要有运动家的精神，对对对，好好的滑，听着口号。因为那种你轻式龙舟它比较轻，那如果说你在岸边你撞上去的时候，真的龙头什么都断掉的时候，人也会跟着会掉下去。他说希望说在运动的时候，希望说大家遵守一些运动规则，啊，把自己保平安。是，好，谢谢。那我们要请教校长，校长其实也虽然是第一次办在海上滑龙舟赛，那之前有没有下去滑过？有没有什么滑新的秘诀要跟大家分享呢？好，我想这个基隆的龙舟竞赛是最大的特色在海上举行哦，所以刚刚我们主委也提到，在海上真的安全很重要。那我们这龙舟的这个比赛哈，有大概下船的大概有18个人，其中有16个人是划桨，然后另外一个鼓手，一个是夺标手，哈，啊，舵手这样的哈。那我想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我们所有参赛的，第一个我们规定就是所有参赛的人都要穿救生衣才能够上船，然后去比赛。第二个就是在过程当中绝对不可以站立，绝对不可以站立，站立是会被扣分的，所以这个是站起来滑比较用力吗？这个就不可以，这个被扣分，我们裁判都会抓，因为那个是安全性的考量，所以一定会严格执行。那第三个就是刚刚也提到经验不足，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以前参赛的，如果没有好好练习的话，第一个你在滑的过程当中你的背力不够，你彼此之间的协调性又不够，整个龙舟就会歪，然后到处乱跑，甚至会偏一边，有时候会造成翻船。所以参赛的队伍我们还是希望他们多练习，练习，然后拿扫把，现在坐在水沟旁边，如果你没有到现场去练习的话，你可以在学校用扫把练习，至少让动作要一致，动作一致龙舟才会往前跑，才不会往乱七八糟，跟刚刚讲说滑来滑去的也不知道都往前往旁边跑。不过我们当然有规定了，如果你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4分钟还没有通过那个终点，我们就取消了。对对对，所以你绝对不可能在海上一直滑了。所以我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所有参赛队伍一定要认真的去练习，即使在你的工作岗位上，或者说你平常队友有空就要多练习，让你的这个滑桨大家一致，然后这个在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安全。那这是我们比赛主办单位特别要在这里呼吁大家的。那另外在岸上的部分我也要特别讲，我刚有说我们岸上有很多的公益的摊位，这公益摊位我们也特别有准备了1000个箱包要送给我们所有的来现场的观众，说不管你是选手呢，都希望来鼓励大家来参与。那样也会有一个我们叫端午有个立蛋啊，我们当然也有一些立蛋的一个活动。另外民政处也有办体验的一些活动，所以当天5月这个6月10这个10号的这个
当天的活动其实是非常精彩的，除了海上以外，岸上也有很多很多很棒的活动，所以我们也很鼓励我们所有的市民一起来参与啊，那也利用这个机会啊来做一个宣传，好，谢谢。是，大家就欢迎大家六月十号一定要来看龙舟赛，因为历年来有一些很精彩的队伍，今年也有报名，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请郑校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去历年来这个机关团体组还有社男组都很令人期待。好，其实我们这么多年来哈，基隆市的在机关团体里面最强的应该是环保局。那他们从民国93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夺过好十几次的冠军。他们唯一的对手大概在过去啊，大概在108年之前啊，只有以前的陆军的官职部，他们曾经来参与过几年。哦，他们那个时候两边的对手是这个是生死斗啊，那非常的精彩。那官职部我印象中曾经2次赢过这个环保局的部分，其他每次都是环保局。那在其他的单位里面哈，其实区公所之间的竞争哈，有一度也曾经很竞争。那以前本来刚开始大概都是固定的某一两个区公所最强，可是后来发现这慢慢也转变了啊。以前最早是真的是中正区的部分，它算是最强啊，但是其他区后来赢都赶上。那之前的比赛哈，比较多的原住民的好朋友们来参加，那甚至学校也组很多队。那以前参与最多的都是学校的队伍。那这个曾经有几年呢，海洋大学曾经组了好几队来，包括有那个外国的学生，来这边这个学习的部分。那另外还有他们的 OB 队，还有他们自己。我记得曾经有几年，海大曾经一个学校就组了3队左右来参与，而且都打进决赛，而且成绩都非常的强啊，尤其像那个外国学生的那一队哈，那几乎是可怕，那个一滑哈。那马上把别人都比到后面去。那其他的队伍当中，学校的部分大概都是体育班的孩子赢的比较多啊。那一般社会组当中，大概都是原住民的队伍获胜的几率最大。比较可惜，后面这几年我们原住民的队伍就没有再参与，他们后来都去转参加其他县市，因为那个高额奖金，奖金比较高，他们的那个部分也练得蛮勤的，所以甚至为了比赛啊，我们以前这个都有练习的时间，还有人呢晚上跑去偷练习啊，让我们非常的担心，因为那个东西都已经锁起来了，奖都锁起来了，船也锁起来了，结果还是被他们弄开了之后，跑去海边去练习，因为为了要他们下班之后才有时间呢。那这个来就造成我们非常的担心，但是那也是为了一个夺标的目标在努力啦。但是安全上我们还希望，就像刚刚许校长跟我们郑主委所提到的，大家还是要去顾虑到。那比赛当中输赢在其次啊，那尤其是像今年我们在看比较多的新的队伍，我们希望这个安全最重要啊，那成绩当然我们希望表现得更亮眼，但是安全上的部分还是需要去注意啊，那能够创纪录是最好，那没有的话我想至少是一种体验。真的体验很好哎，但是刚刚说到那个奖金，其实今年的奖金好像也比往年多哎，我们要请教校长。今年总共我刚刚有讲20队参加哈，那社男组有8队，那8队我们取前4名，第一队有35000的奖金，然后依次就是减5000，第二队就第二名就是我们的3万，然后再来第三名就是25000，然后第四名就15000哈，那。这个社女组呢有6队哈，六队，那我们取前3名哈，取三名20000，第一名是25000，然后再来20000，再来10000块哈。那这个还有一个我们的机关团体组哈，机关团体有4队，那4队第一名就是我们15000啊，那第二名取2队，这第二名是10000块啊，所以这奖金是我们市政府提供，真的非常高的奖金，而且获奖率很高。那另外多元体验组纯粹就是体验，那这里我特别讲，就今年多元体验组有一队就是我们的
也就是我们的新住民啊，新住民他们来体验我们龙舟哈，因为我想新住民他们这个对中华文化有这个大概要体验一下我们端午的一些节庆哦，所以来参与哦，所以非常欢迎他，那是不计较名次的，不过他们来参与，我想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开始，未来我们希望多一点的来这个体验哈，这个是我们所期待的。是，就是要体验好玩的基隆的水域活动。而说到水域活动，这个6月10号是精彩的端午龙舟赛，接下来就是6月16号的万木山长泳了。先带大家来看看万木山长泳，去年也是一样，暌违疫情之后，去年再度举办，吸引了近2000位的选手参加。哎，选手们都游得非常开心哦，一块来看看。加油！棒哦！因为我喜欢游泳这件事情，然后更喜欢长泳，然后更喜欢海的不确定性的冒险。很勇敢呢。对啊，谢谢。他在水里都不怕的。但是我觉得我左边是教练，然后右边是游泳健将，我觉得他们比较勇敢，他们愿意陪我。真的很谢谢他们两个愿意陪我圆梦这样。加油哦！谢谢。你从哪里来？台北。他们因为他们想要游泳，然后就是刚好我在也是在台湾，就是比较会游泳的，所以我就带他们一起来。所以这些朋友是从哪里来？都不一样，就美国啊都有。对。没有游过，没有啊，知道这个不容易吗？知道。啊，你觉得说可能最大的困难在什么地方？就是那个浪吧，就我怕游跟浪反方向。因为疫情暌违3年，重新举办的万木山长泳活动，吸引许多爱好游泳的好朋友来参加，场面相当壮观。来到我们暌违3年的万木山长泳的一个活动，今天一共有大概2000名左右的选手来报名，感觉非常的壮观。万木山长泳活动规划从木山澳救生站的礁岩区开始长泳，沿着海岸到大武仑澳底沙滩上岸，全程大约3200公尺。包括基隆市长谢国良、教育处长、民政处长、消防局长、警察局长以及多位市议员、北关风管处长，还有台电协和发电厂等贵宾，都共同来为选手们加油，一起感受基隆的山海魅力。海洋赛事活动的确可以帮基隆带来很多的人潮，但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朋友来的时候，我们周边可以有更多的配套，让他在赛事前、中、后都能够让他更享受到基隆的一些食衣住行，也希望他们能多一些在地的消费。好，各位乡亲注意啊，现在第一批啊正上涌入啊，已经要准备下海了。啊，请各位乡亲啊准备戒备啊，1、2、3号乡亲啊都注意一下。一个大型海洋赛事活动为基隆的经济消费增添活力，而活动幕后也有许多无名英雄默默为这个活动安全尽心尽力。哎，真的，万木山长泳那个壮海面的壮阔，真的，如果你有去站在远处往下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真的很像一条龙在海上这样子游。我们要请教我们的郑校长，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哎，历年来这个万木山的一些发展缘由、长泳的活动。好，我们万木山长泳，这个是最早是由海星游泳协会他们自己在办的部分，因为海星游泳协会他们长期就在那边啊进行各类的游泳的教学，还有整个的活动。那市政府是在张东荣市长的时代，从民国98年开始，接办下来，整个万木山海上长泳，这整个系列的活动。那刚开始呢，是由暖暖高中来承办，那么到了106年之后，再改由中山高中来承办。那这个活动呢，它是我们台湾地区哈。我们扣除掉金门哈，金门因为它有一个金夏的长泳之外哈，台湾地区的部分唯一的这个下水跟上岸处不一样的海上长泳啊。那另外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影片里面也提到了，我们下水的地方是在
我们这个外木山渔港，就是海星泳池旁边的这个这个礁岩开始下水，然后在大武仑的沙滩上岸。那我们这个外木山的长泳，它还有另外几个特色，一个是我们这边曾经这个海域呢，曾经被教育部体育署在全国的这个评鉴当中被评为这个最最美丽，而且是最具魅力的水域的第一名另外这个沿岸呢、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这个热带鱼，还有河豚在里面可以看得到那这个天气好，然后这个水有时候很清的时候，都可以完全在那游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得到。那在游的过程当中，可以一边欣赏旁边的山的这个景色，同时也可以欣赏海底的这些美景，可以说是一个山海都包揽在一起的一个绝佳的一个好地方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我们基隆最大的一个海上的盛事。对，真的是最具魅力，因为你一边游就可以一边看到海里的鱼然后说不定还会看到水母呢我们要请主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活动内容、游程规划还有一些安全注意事项。好，那今年的赏泳那我们是定在6月16，那其实就连定这个日期我们也都很注意，因为我们这个赏泳活动它会关系，如果是潮流方向不对，泳客根本就游不出去所以当时在定这个日期的时候都要再看潮汐，然后再请教当地的海星游泳协会的会长，因为他比较有经验，所以都是有经过一些考量才定下。那包含这个活动时间，一开始6:30开始报到，但就我这几年承办的经验，很多有经验的泳客他们大概不到6点就已经抢好停车位，都已经站好了，那甚至比我们可能活动的工作人员都还要早到一点那接着大概7:30那开始做开幕的典礼，那8点一定会准时让泳客下水，因为如果下水时间延误了，那有可能他们下去以后游到一半就游不出去，因为预计在11点左右还没有游到接近终点的，他其实海流已经往起点方向会流回来，所以根据往经验泳客根本就游不出去。那时候我们的活动流程大概就是定好时间以后，那8点准时下水，那11点只要在海面上的，那在海上的救难人员就一定会把他们全部通通跟捞水饺一样全部捞起来，然后再带回靠近起点或靠近终点。那这整个活动其实主办的单位是基隆市政府，那所以其实是市府对于整个体育活动非常支持，尤其今年的经费，那也在1月份开会的时候，那秘书长直接非常支持，今年因为各项的活动经费好像都有需求提升，秘书长当场也承诺，那所以今年的整体预算比去年其实高出了将近70万，那主要的项目其实就是在安全维护方面。那学校作为承办单位，其实最主要的工作那是要去协调各个协办单位，那这个长泳活动最主要协办单位其实是两个，一个是海面上的消防局，那另外一个是陆地上的警察局。那就海面上消防局的部分，那其实消防局在上礼拜已经开完他们的安全维护会议，那预定在6月11跟6月14那会有海上的安全演练。那今年海上安全的规划，那其实除了海面上有20艘的动力橡皮艇，然后分别分布在那个游泳海道，就是泳客的海泳路径的左右两侧，那当然外侧比较多。那另外还有4艘的中继艇，也就是如果今天泳客他游到一半，然后发现体力不支，他其实可以立刻吹大会发给的哨子，那动力橡皮艇会立刻过去，马上把他们带到最近的那个中继艇。那其实海巡也有协助，在最外层，那海巡也会负责看，如果有一些像渔船如果要靠近，也会协助帮忙做指引，然后不要影响到我们的游泳的进行。
那去年其实发生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因为我们其实希望泳客下水以后，那应该就是在橡皮艇的内侧，因为两侧都有，希望这边有。但是去年有位泳客因为体力不支，那快到终点的看到沙滩的时候，他就直接往岸边游，然后直接就坐在礁岩上。那因为他也有点因为上礁岩的时候不小心有受伤的情况，那所以他是去年唯一我们有后送的人员。那个因为一般我们都预期泳客会从终点，那或者从我们的中继艇，然后带回到那个安检站。但这位泳客，那我们大概联系上消防局也很紧张，我们大概联系了半小时。那最后他们的队员，然后跟我们工作人员都有跟着去后送送医。那所以这边也在呼吁，如果有参加的泳客，那真的遇到体力不支的情况，其实可以立刻吹大会发给的哨子。那这边还有一点要提醒，就是因为我们起点跟终点不一样，那所以有些泳客，应该大部分泳客下水都是赤脚，但是等到他上岸以后，他还要再回到起点去领取他的泳度证明书。所以有经验的泳客，他其实就是在下水的时候就会把他的个人物品，简易的个人物品，包含拖鞋，其实都会用一个那个防水袋就背着，还有手机就背着一起游过去。那当然每年都会在海面上捡到很多泳客遗失的漂流物品，那学校这边都会在协助。但这边要提醒泳客，千万不要就穿着泳装跟那个浮具就直接下去了，因为上岸以后天气炎热，大概很难再回到起点。那虽然大会这边我们学校这边其实都准备拖鞋了，但是其实这几年下来使用的状况都不多了，因为泳客其实都会很有经验，背着游过去。那海面上的维安，其实从去年开始，消防局额外又增派三个空拍机的瞭望站。那这个其实不是要拍泳客他们游泳的情况，其实主要是为安全考量。那为了管控所有的泳客有没有从比较异常的地点上岸，那或者离开。那这个其实对去年我们的人数掌控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去年我印象中我在106年第一次在承办，那泳客都上岸了，那消防局的那个海上的指挥官就不断在跟我确认，活动可以结束了吗？他要等到学校跟他们确认活动结束了，他们才敢收队。所以第一年可能是因为没有经验，所以坦白说，消防的那些海上救难人员其实多等大概半小时，其实我心里也非常过意不去了，因为我们知道下水的人数跟伤人数不一样，虽然有晶片，但是因为有太多人可能像我刚刚说的，他被捞上来以后，他晶片没有过终点的感应，那我们要去确认这个人数。那甚至有些泳客是第一年真的有人从旁边自己爬上来，那是我们的工作曾经有过，对，就第一年，那工作人员就赶快回报，就有看到了，赶快回报，那我们都有追到，但是最后人数不对的地方，学校还是一一联络。那这也是我们在报名的时候一个小小的限制，所有的报名不能个人报名，一定要团体报名，那至少三个人，那是防止万一到时候有人我们联系不到，那到时候我们应该去联系他的队友。那如果今天没有队友，其实会非常的麻烦。那所以这几年其实我们学校最后最紧张的最谨慎的工作，其实就人数的清点。是。那第二个就是最大力的协办单位就是警察局。那警察局就每年不管是警力加民力，大概那个勤务都排了100多个。那刚刚漏讲，其实消防局除了消防局的弟兄，还有那些义消，今年我看到的勤务人员也是超过200个，大概205人。那所以其实整个活动的工作人员非常多。那在警察局的部分，其实往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交通维持，因为那边的风景非常漂亮。那坦白说啊，就是我前面的前置作业非常的多，但当天活动其实我大概就是比较轻松的，我会去巡视起点跟终点。那如果市民朋友就算没有参加，当天也可以到现场来看看，因为那边的滨海步道其实非常的漂亮。那如果天气又好，那从起点走到终点，或者从终点走到起点，我觉得对
对自己的心情应该都有帮助了。像我去年，我大概就是走了两趟，那活动开始我就从起点啊慢慢走过去，然后到沙滩看看，状况差不多我再走回来。那其实全程也不会太久，当然一趟如果漫步过去的话，就我的步行速度，大概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一趟，这其实算是一个比较轻松的。那另外警察局这边从去年开始，我们规划的停车场就不再是周边，因为坦白说周边的公有停车场它的停车场数量真的有限。那一开始在规划停车场在附近的时候，其实警察的压力很大，因为就连那个附近的主要出入口要管制，要谁要放行，那谁不能放行，都有一些小小的摩擦，甚至都还曾经发生过我们的工作人员被挡在出入口进不去。那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就规划主要的停车场是在那个西山码头的停车场。那也因为这样，我们也协调公车处，我们的接驳公车以往就是从协和电厂，然后到那个沙滩往返的接驳。那从去年开始，那个接驳就会从火车站的那个西山码头那边，对，然后从那边绕回来。那其实去年的交通状况，我们跟警察局的讨论，他们觉得这样的规划其实比较好，他们的压力就是在现场的疏导跟会影响到他人的聆听。那这样下来，其实去年永客其实都还蛮满意的。那对我来说，其实去年我真的比较轻松，而且整个永度下来的状况也还蛮不错的。那所以今年的整个规划，其实不管是警察局还是消防局，其实都已经做好配套。那另外在卫生局的配合上，那我们整个总共设置了三个救护站跟两个医护站。那救护站其实是救护车，那因为市府的应该是说基隆市的救护车，它因为有其他勤务，所以我们今年商请的其实是新北市的民间单位。那我们下个礼拜5月27还要再开现场的会勘会议。那些支援的救护车，他们其实也非常的积极，也有跟我联系，他们下个礼拜会来，就是一样来开会。那另外两个救护站的点，抱歉，另外两个护理站的点，其实就在沙滩。那他们一样会派人。那如果今天沙滩以后有被水母遮到，那或者有其他比较轻微的擦伤，那都会立刻的处理。那如果今天是泳客是体力不支或者不熟悉海况的，那从那个太靠近起点被捞回来起点的安检站的，那就会回到起点。我们其实也有设那个救护理站，那也可以在起点这边做必要的紧急措施。那以上大概是今年的大概的规划。是，我觉得主办单位真的很用心，从那个交通安全人数到最后的这些护理救护都规划得很完善。我们要请教郑校长，有没有什么要再补充？那个我想刚刚徐主任已经很清楚地报告了整个大概活动的一个规划，那我再做一些补充。一个就是我们的下水是大家最期盼的。那一般的参与的伙伴朋友们，我们是8点钟下水，但是我们会规划在7点45分就让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先下水，让他们第一波先能够开始进行海泳。另外呢，我们下水的顺序常常每年都会有人在那边跟我们做反应做建议，但其实因为这么多年下来，我们最后下来都是用报名的先后顺序来编队。那编队完之后呢，我们采取了4个大队，用4种不同的颜色的帽子来区分。所以下水的时候是按照你的所属大队来分别下水。那到你这个大队的颜色的时候，我们才会让你下去，而且必须带着我们所发的泳帽，不能带自己的泳帽，因为我们这样才能够识别出来是不是轮到你下水的时候。不然有人，很多人他不管你的这个排的顺序，反正我去我就要挤第一个下水那就会造成整个秩序上的这个混乱。所以在下水的部分呢，我希望朋友们能够配合。那另外要下水前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到几个地方。一个是你的浮具一定要带那我们主办单位发给大家的是你的感应的这个磁环之外，另外是一个哨子。那这个是磁环，让你去记录你的时间。
那哨子是有需要的时候，你就吹哨子，旁边就可以给予你的协助支援。那另外泳具的携带，我们希望每个人一定要带着这个浮具啊。那哪一种浮具最好？我想以自己的方便性为主了啊。那以前也有人说一定要带鱼雷啊什么这种，其实不一定啊。那这些都要有带就好，因为水上这个过程比较久，我们预估大概都一个多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所以带着浮具你游起来会比较轻松。另外是你的蛙鞋的部分呢，我们会建议基本上应该是穿短蛙鞋比较好。短蛙鞋啊，短蛙鞋，因为长蛙鞋下去哈，一个行走不方便，再来你在游的过程当中也比较容易哈发生一些危险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这个也特别在提醒。那因为我们基隆是全台湾呢唯一一个真正就是长泳是由政府机关来主办的。哦，其他地方都只是政府机关都只是协助或者是这个配合而已啊，真正主办的是整个台湾里面只有我们啊，所以市府就花了很大的心血，也动员了所有的各局处的力量来做好相关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啊，所以像刚刚徐主任所报告的，不管是警察局、消防局、卫生局，甚至各个局处，我们都做了很多的配合啊。那动员的也非常的多，那也从学校里面，从各单位、各区公所都能够协助，让这个部分呢可以顺利的进行。那另外，这个在游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要特别提醒，就是因为我们万木山这一带哈，它的这一个海流比较特别。那我们会建议大家在安全线里面来进行长泳的活动。那这个我们的救护船会沿线布置，那么在最外面的这个救护船跟里面的这些救护艇啊，这个由我们消防局来跟所有的这个救生大队的部分啊，还有这些我们义消啊，还有基隆的我们这个救难协会这边，他们组成的这些我们的救生中队哈，他们整个会全部在沿线哈布成一条长龙，那希望大家不要超越过他们哦。那游的时候呢，尽量能够比较靠岸边这边哈，但是也不要太近哦，因为撞到我们这边的这个礁石比较多。刚刚徐主任所报告的就是去年我们就发现有这样的朋友。他自己想从那边爬上去休息，可是因为那个礁石里面很容易去刮到，所以在游的过程当中，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特别的留意。那也希望大家我们刚已经讲了，都是以成队的，至少三个人。那不管你这个队伍是几个人，希望大家就结伴一起游。那每个人的体力不太一样，你的游泳的能力也不同。那我们希望所有人能够互相帮忙。因为我们本身是有规定的，他如果你的年纪比较小或者年纪比较大的，哦，还有你的这个游泳能力比较弱一点的，我们都希望其他的队友能够协助他，带着他游，那这样才能够安全的游到我们的终点，啊，那这是特别要在利用这个时间再去提醒大家的。是，这就是安全至上，安全最重要。那有没有服装上的一些建议啊？服装我们希望大家尽量是穿着水母衣啊，或者是那个潜水衣啊，这两种是最好，因为这一带还是会有我们所谓的水母。那这一带我们的比较多的是果冻水母，果冻水母比较毒哦，所以以前发现最多的反应就是那个被水母蜇伤的哦。那去年的情况就好很多，去年就因为这个天气会有影响，对对对，哦，天气的好坏，去年比较冷就没什么水母，对对对对。然后这个万一被水母蜇到的时候也不用紧张哈，上来在我们都有救护站在这边协助大家处理，但是最好就是你在下水之前呢，能够涂我们给大家的两种东西哈，一个是
这个我们要涂的，我们皮肤避免防晒的这个部分，类似像凡士林之类的东西哈。那另外那个像那个氨水之类的这一类，我们下去其实它也可以对那个你被折到的部分，它其实是比较有点效用的啊。那万一你如果折伤比较严重的时候，也请你马上的这个吹哨子或者举旗子哈。旁边的救护人就会把你靠近来之后把你拉起来，载你回到那个安全的地方去啊。那上来的时候尽量的冲水，那应该会好一点。那我们在大武仑沙滩这边上来都会有救护人员在那里，可以随时协助大家来。但是如果你的着装穿的真的是穿的我们的水母衣或者是潜水衣的时候，基本上这个困扰就不会有哦。你只需要在你的面部的这个部分，在跟你这个手部的部分大概注意一下就好，其他应该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有碰到很多朋友哈，因为他想让自己漂亮一点，那甚至有些人家秀一下身材都有，也有这几年穿比基尼的也有，甚至也有人呐、啊，这个就是穿个短裤哈，男生啊穿个短裤就直接下去的都有啊。那我们也没办法完全禁止他，那所以这种啊就很容易被遮伤。那其他一般如果真的穿水母衣下去的大概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那另外会有一个情况，就是要提醒大家，大家就是可能水镜的问题啦。因为一般哦，有的人习惯戴水镜，有的人不喜欢戴水镜。那一般戴蛙镜的时候，这个游的时候你要能够适应，因为你如果你这个你在头抬起来在呼吸的时候它没什么大问题，可是你戴着水镜你就必须适应，而且你要长的这个它距离比较长，所以必须要先练习过，然后适应过再来，因为它终究它不像说我们平常在游泳池游个这50公尺、100公尺，那你这个戴个水镜就算了，但你要长游的这个是比较长的距离啊，你要学会这个适度的呼吸跟调换，那这个部分你的蛙镜的选择。也希望能够比较注意一下，那应该就比较能够安全的游玩的。是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四位来宾，带大家看到很棒的水域活动，包括了我们6月10号的端午龙舟嘉年华，以及我们6月16号的万木山长友活动。最主要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亲海、爱海、知海，还要注意安全。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四位来宾，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